金曲盛典，两队迎来终局之战。所有人的目光肯定会放在这一期的金曲盛典，所以我们千话队这一次肯定会拼尽所能。这就是我们最后的一个战斗，我们必须要与此一战。千话队，你们要小心一点哦。八大荣耀奖项终将归属谁手？生生不息内地香港交流奖、宝藏金曲推广大使、飞跃进步奖、观众选择搭档奖、星火传承奖、生生不息荣耀金曲、荣耀人物、荣耀战队。获奖的是盛典之夜，共赴华章。